条路那面琴，千古绝唱，那群人那颗心荡起回肠，眼神滚烫，长风中歌唱，就用半颗红心把传说点亮。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走出苦难，走出悲壮，走出亿万人中国梦想。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沿着主张，沿着信仰，走向明天啊，辉煌。记住，小孙同志，永远记住那些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战场上不怕流血的英勇牺牲，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艰难困苦当中的坚韧奋斗。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一批的信仰高于生命、荣誉先于利益的革命战士，我们的革命事业才有希望，我们的明天才有胜利。
风，一阵一线迷迷风，送给军郎好出发。一盏油灯接灯花，每座军械做灯下。一阵一线迷迷风，一阵一线迷迷风，送给军郎好出发。一阵一线迷迷风，一阵一线迷迷风，送给军郎好出发。同志们，下面请毛主席为大家讲话。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走出这片大草地了，这比我们之前预计的整整提前了4天，对我们这支缺衣少粮的疲惫之师而言是天大的好消息。同志们，让我们为这即将到来的一刻鼓鼓掌吧。同志们，我们在这水草地里面足足走了6天呢，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生活让我们失去了200多名好同志，还有啊500-600人被疾病和饥饿所折磨着，因此我们十分痛心，因为我们本来是可以避免这种牺牲的，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所要面临的困难，也正是我们这支钢铁般的部队所要面临的考验。同志们，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所有的困难，去实现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北上抗日的目标我们一定能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这叫打的什么仗？啊！吴宗南指挥不力，这个叫什么吴成仁的，竟然丢光了两个团，必须严惩！所有临阵脱逃的将领，不论是谁，我一定要严惩不贷。 我蒋忠贞把需要这些废物反动来消耗我的百万军费，谁能想得到接二连三的失利？原本打算将红军围困于川西大草地的计划，就这样泡汤了。 我心有不甘啊！你们都讲一讲，集中的原因究竟在什么地方？没错，据我所知。 在嘴角，红军师，川军将领都学着刘文辉的那一套，对付红军的四句话。嗯，哪四句话？只守不攻，图稳不追，保存实力，避开野战。娘心配！这个刘文辉，他就是一口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嗯，他竟敢跟我来这一套！ 我要严办，立刻把他押到成都来。我要将他送到军事法庭。魏佐，魏佐息怒，这么做恐怕有所不妥呀。嗯。四川有句俗话，叫“狗屎莫动”，就是说，狗屎堆在一起，一点也不臭；可一旦要挑起来，就太臭了。 魏佐，严惩刘文辉的事情，暂且先可以放一放，全力围剿红军，才为上策。马上给我联系吴宗南。 请校长息怒，必须严防，必须死守，绝不能让毛泽东北上。最后，我再重申一遍：我们的封锁计划绝不能功亏一篑，否则你吴宗南就要让军事法庭。是。校长，寿山罪该万死，务必用敌军之项上人头向校长请罪。 军座，吴承仁，你知罪吗？军座，我甘愿守法。吴承仁啊，吴承仁，我念你跟随我多年，才没有枪毙你。但是你必须将功折过。是，军座。你的四十九师连夜增援包座，立即开炮。是，我立刻出发。吴承仁。 你给我记住了，此战只可胜不可败，否则你就杀身成仁吧。是。好啊，真是天助我也！既然我们比原计划提前了四天。 走出草地啊，我们就要抓住有利时机，向敌人发起进攻。包座，距离班右有100多里，敌人防守比较薄弱，打通此道，蒋介石将对我们。
围困不得。班有一破，蒋介石和胡宗南必然已经得到了报告。事不宜迟，我们必须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这次攻打包座，我和常浩考虑，一军、三军长途跋涉，舰员较多，建议中央军委将攻打包座的任务交给第四军、第三十军协同完成。 好啊，那就马上通知下去，开会部署。你怎么下床了呀？ 你能下床了来？啊，主席，来来来，先坐下。主席啊，我不能老这么躺着，要活动活动腿脚，好早日投入工作呀。太好了，哎，真是有如天助啊！来，我们现在不仅提前走过了草地，赢得了时间，还看到你神奇般的好起来。你说，是不是有如天助啊？哈哈。 主席，你坐啊。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打包座。打包座？我跟向前同志已经研究好了，今天晚上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怎么打的问题。好啊，好啊。报告总，进来。 军统指挥，陈政委，毛主席好。毛主席好。先见同志，主席好。世才同志，主席好。你们好啊。先见同志，我们以前见过呀。世才同志，我们应该是头一次见面。报主席，三十军集结完毕，等待前指下达战斗指令。好啊，嗯，好啊。枪不离身。 英姿勃发，颇有啊常山赵子龙的气度啊！看你年龄，应该是跟先念差不多吧？鲍主席，我今年24了。向前，你们三十军了不得呀！你看啊，军长政委啊，都是少年英豪啊！主席啊。 你别看他们年龄小，这可都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啊！好，我们红军啊，人才济济，看到蒋介石能奈我何呀？向前同志，那就把你的部署给大家讲讲吧。好，大家请。同志们。 前指第第三十军八十九师的二六四团，攻打包座以南的大祭司。八十八师的两个团，八十九师的两个团，位于包座西北，相机大院。第四军的一部，攻打包座以北的球机寺。红一军作为预备队，置于班西和巴右地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我的指挥部，置于。 南北交作之间的小山上，请毛主席指示。好，各级指挥员速战速决，力求全歼，而后集中部队吃掉五成人，用胜利啊，向一四方面军会师献礼。是。 快，跟上！后面跟上！快！这帮红军扶的小桥啊，多累啊！ 报告总座。
先锋营一连正在巡逻中，你在这里巡了个鬼啊！给老子把刘都岗哨射远点，有什么风吹草动的，及时向团部汇报。是。唉，团座，胡宗南的四十九师正往包座赶呢，咱们大可不必这么紧张。这红军能从水草江过来，着实不简单呐，我们不得不防啊。 团座，这红军感兴趣的只有包座城，咱们这里他们看不上。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啊，胡宗南能把四十九师派过来增援包座，有道理啊。据侦查，武城人已经先我们一步赶往包座了，但是他的小城再远，也不可能在今天之内到达，所以，我们先将大介寺团团围死。 什么呀？大祭司被红军包围，请求支援。师长，怎么办？让弟兄们别休息了，大祭司告急，红军全线进攻，请求支援。我们要立即连夜赶路。师座，我们的任务是据守包座，据守包座能消灭红军吗？大祭司地理位置独特，红军要想北上，必须经过此地。丢了此地，就等于让红军被篡，到时候连你我的命都保不了。快，是我这就下达命令。 大祭司这边的情况一旦告急，吴成仁势必心急如焚。这个时候，我们让二六四团在半路埋伏，不必真打，看看这边仁兄的虚实。是将敌人引入我们包围圈，随即再退入大祭司这边的一片密林。等到徐总的总攻命令一下，我们三十军一举切入敌人中间，将其腰斩三段，分而解之。命令二幺五团全线出击，不要放走一个红军。是。 全体前进！撤！撤！营！团长怎么样了？师座，红军也不堪一击，他们已经逃窜到了东北方向。什么他娘的红军，简直就是一群泥巴狗！命令全军稳步追击，不得冒进。是。 军长政委，敌人上套了。好，按照原定计划，进入预设阵地，等待命令。是。传我的命令：215、216、217三个团，沿包座河向东向西两面夹击。 将红军逼迫在上下包座与歼灭。师座，要不要先试探一下，然后再进攻？参谋长，你多虑了，只是几个拿鸟枪的泥腿子，不堪一击。命令：215团、216团，沿包座河向东、217团向西进行两路夹击。
是。看来这个武城人没吃过什么大亏啊，竟然让部队沿河两岸进军，也不在山上放个侦察哨，仗着自己武器装备好，以为能够包打天下，哼，真是一群狂妄之徒。一会儿啊，就让他们知道，马王爷是有三只眼的。啊，折腾了一夜，值了。师座，出发之前，君座可提醒。君座真是大惊小怪，我敢保证，两个小时以内战斗结束。这叫红军，根本就是一无是处，不堪一击。是是是，走。报告团长，敌人的志愿军已到。准备教练，准备教练。扔。大义轻敌，四十九师伤亡过半，红军，红军，红军攻下包座，属下，属下跟警卫排跳河才保得性命，军座，保存性命，好一个保存性命，军座，军座。属下办事不力，请军座惩罚。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军座，参谋长，军座，军座，将四十九师师长武承恩，军座饶命啊！军座饶命啊！军座，革职撤办。是。谢军座不杀之恩，谢军座不杀之恩，谢军座，谢军座。滚！我滚！
这次鄂鲁大军攻占了右路大军的包头座驿站，我军大获全胜，歼敌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牦牛800余头，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马匹和物资。可以说，我们右路大军得到了全面的补充，取得了北上的决定性胜利。好。毛主席给大家伙讲话。好，同志们，徐总指挥啊，说得好啊，包座一通，蒋介石啊，就再也挡不了我们了。四方面军的四军啊，30军。功不可没，这一仗啊，打得漂亮啊！之前我们不是没有担心过，连续走了6天6夜的草地，我们的战士吃不饱穿不暖，体能消耗非常大。可是，一上来就要面对一支武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御林军，说心里话，和这样的一支队伍打仗啊，想完成任务，真是难于上青天。但是我们的战士们心怀信念，身体啊迸发出无限的力量。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北上的使命、抗日的重担就压在你们的身上了。为民争命，为国争强，你们在场的每一位啊，都是英雄啊！我毛泽东给你们敬礼了。院长，数年苦心竟未得成功，毛泽东现在是如困龙入海，虎归山林。看来苍天不助我蒋中正啊！胡将军对此事十分自责，直言要以项上人头向校长谢罪。百钧一顶，我要他一颗脑袋有什么用？哎，委员长，红军只不过是绝境求生，获得了片刻喘息罢了。你应该打起精神，继续筹谋才是。是啊，这只不过是整盘棋局中的一个楼招，输赢为时尚早。红军打通上下包座，下一步势必向辣子口进军。是。鲁大昌的新编14师，扼守在岷县，可令其在辣子口设重兵堵截，再令胡宗南折回甘肃布防。还有王军部可在岷县、天水、武山一带布防，做好堵截准备。就照你讲的办。还有委员长，从终南山下来的徐海东部已流窜至甘肃的陇东一带，企图与陕北的红军会合。再下一位，我们必须立足红军于甘肃境内。命令杨虎城、马洪斌、余学忠部，务必将徐海东部
歼灭于甘肃东部不得时期进入陕北。是。另外，永泰啊，你亲自去一趟西安，向张汉卿口说我的命令。永泰明白。我们派出去的三个侦察小组都没有打听到中央红军跟四方面军的任何消息，但是我们一定要继续寻找。是啊，找。 我们是一定要找，但是啊，绝不能盲目找，得换种思路思考问题啊。我这儿呢，有上、中、下三层。哦，说来听听。迎接中央红军为上策，接不到中央红军，直接北上与陕北的刘志丹会合为中策。 返回陕南，为下策。海东同志说的对呀，现在我们与中央红军失去联系，怎么迎接，去哪里迎接，根本没有头绪。而返回陕南，必渡渭河，背水作战，总是不利的。你的意思是去中策，会合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我认为政委说的很对。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做出决定，采取行动。我同意，政委，你做决定吧。好，怎么的？就去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同志共同建设新四区，迎接中央红军。当初免去余学忠河北主席，我就是不同意调50余军来西北，老部下都在埋怨我，东北军到西北，以东北。 是越来越远了。免出余军长兼河北省主席一事，我记得当时委员长给你打过电报，征求过你的意见嘛。少帅息怒，坐坐坐。哎呦，你听我说嘛，华北方面日本人闹得很厉害，委员长的战略方针你也清楚，攘外。 必先安内嘛。现在中央军都在全力围剿各路红军，对日本人只能是能忍则忍，小不忍则乱大谋啊。我早就说过，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对我东北军余学忠事项，而对于国家主权关系重大。 委员长这么做，不是让天下人寒心吗？哎，委员长也是迫不得已，请少帅务必体谅啊。哦，对了，我来西安的时候，委员长有意任命余孝侯做甘肃省主席一职啊。甘肃省主席？是啊，委员长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你为副总司令。 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的剿匪事务，就是给东北军的一条出路嘛。东北30万大军，梦寐以求的是打回东北去，到西北能有什么出路？哎呀，少帅，此言差矣呀。西北地盘大呀，少帅统领的东北军，雄踞西北，虎视中原。 将来未必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我听委员长说了，东北军调入西北后，准备请你精炼出16个国防师呢。这样，一旦中原有事，少帅可以统领大军，驰骋中原。到了那个时候，大回东北老家也不是不可能的呀。委员长，真的能让我不打内战，专心练兵吗？当然，这件事情我可以拿人格担保，所以现在就请少帅专心剿灭徐刘两股红军。只有这样，少帅才可以静下心来，好好练兵吗？徐海东和陕北的红军。
加起来不过四五万人，要我剿灭他们，应该是易如反掌。嗯，这就好。少帅到底是明白人呐。据我所知，徐海东部已经进入甘肃的陇东地区，其就是要和陕甘的刘志丹会合，目的为了策应川西北上的朱毛红军和徐张红军。 少帅，东北军扬名西北的时候到了。杨秘书长，蒋委员长统帅百万大军，耗资数百万，用时数年，都无法剿灭朱毛数万红军。 我哪有蒋委员长那么大的本事啊！少帅过谦了。哎，你看，哎，可以了，好多了，别扶我。 真是好多了，我可以走了。我只是要感谢把我抬出草地的程庚同志和杨秘三同志，但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的救命之恩啊！ 是啊，好多了。哎，看，我给你们改善伙食来了。哎，快坐。哎，坐。快来。恩来，应酬啊！我来给你们改善生活来了。看看，主席啊，你看。那条路，那面墙。 坚固绝唱，那群人，那颗心荡气回肠，坚毅的脸庞，篝火中昂扬，就用一双草席把初心照亮。那条路，那面墙。 千古绝唱，那群人，那颗心荡气回肠，眼神滚烫，长风中歌唱，就用万颗红旗把传说点亮。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走出苦难，走出悲壮，走出亿万人中国梦想。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沿着主张，沿着信仰，走向明天啊！ 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走出苦难，走出悲壮，走出亿万人中国梦想。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